哋收到报料，有两位事主都声称自己系正版神仙女冻婚，对方先系冒牌货，究竟边个讲大话咧？一睇就知道我系正版啦，我系晓飞，又识捉鬼又识读心，其实啲村民全部都亲眼见到晒噶，系嗰个人冇个名，周围坤人啫嘛。我坤人？我做神仙嗰阵啊，鱼蛋仲卖紧一毫子串咋，我一夜就可以将人变猪，三两下手势就 kill 只哮天犬，货真价实啊！你呢个神棍，成个神仙界俾你搞晒。神咩棍啊？你先系神棍啊！你我做神仙嗰阵已经未出世啊！你既然全身好啊，若之后如何？继续嚟，我哋跟住。你嚟得啱啦，我要举报佢。本尊就位，1月29号晚8:30，翡翠台。